你一定要懂得忏悔，不然的话，你上辈子讲话骂人，像我们有些这次有些人得口腔癌，或是喉咙一直不好，因为过去讲话爱讲人家是非，爱批评别人，都会造成你的口业啊。所以你这个人比较骄傲，骄傲的人骨头一定不好，骨头一定不好，眼睛不好，骨头不好。贪心的人肾不好，水肿啊。嗔恨心的人造的业，心脏不好，肺部不好。邪淫的人皮肤不好啊。所以各位，皮肤奇怪，洗完澡就痒啊。邪淫的人，所以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赶快忏悔，跪下来忏悔。所以为什么八十八佛教最好各位经常拜八十八佛跪，乃至你有堕胎三个小孩，你最好跪着跟小孩子念三遍地藏经，他就很容易，然后对他很好，他很容易就超度了，而不是写牌位他就超度了啊。而且有时候他问我说，师父有三个堕胎，我说好，叫什么名字忘了，你早就忘了，他能问哪里会超度啊。所以你没有意念他啊，关心他。所以各位，最简单的方法，你有堕胎三个小孩，你点香多点三支，你点灯多点三个，他快不快乐？哎呦，我妈替我点，对不对？你要去供佛，多买三颗水果喂你的三个小孩，你经常这样爱他，他很快就超度了。还有一个方法，各位要记下来，这个人一直找你麻烦，一直要破坏你啊，破坏你的钱，破坏你的感情，你不要恨他，你每天早晚做个烟供，点一支香，回向给他跟他的父母祖先，他以后不找你麻烦了。啊，这个是很简单的方法。佛教是用慈悲、用忏悔解决事情，这叫佛法啊，永恒的真理，而不是用对立的。我要把你赶走。特别各位要超度这些冤亲债主，你要很认真的啊，跟他拜三昧水忏啊，随便你啊，梁皇宝忏啊，自己在家里忏悔啊，拜八十八佛啊，啊，但是千万不要。看别人的缺点，讲别人的缺点，骄傲批评别人，那就造成你不慈悲嘛。啊，不慈悲的人眼神也不好啊，啊，福报不好。所以我想找到自己的缺点，要很认真的啊，特别回向给他们，特别向他们忏悔啊。有人对不起你，他每天都来跟你对不起，你一定是原谅他的啊。所以他又送礼物给你，你一定很快乐的。那我想冤亲债主也是如此，所以只要你有悲心，然后你会观想，知道说我点这支香，这些烟供是要供养诸佛的，是要利益众生的啊，是要向他们忏悔的，你就一直这样观想才比较重要。那当然有仪轨，有很多中文的，各位都可以念诵，但是不能做烟供，供水也可以啊，就说一颗心最重要啊。但是永远记住，来，三种不间断，对诸佛菩萨祈请永不间断，对众生慈悲永不间断，消除我执，开发佛性永不间断啊！所以你就是那支香，把自己全部烧光了，就化为甘露，上供下施。烧光了，也代表我的我执烦恼通通断除了啊！所以跟灯一样，所以我想任何佛教世间的都是虚幻的方便而已，那最主要要透过这个世间的一切然后转化。那就像后面在做工程，你也可以转化它，哦，这个声音呢变成一种庄严的声音供养三宝，这个声音呢变成观音菩萨的悲心超度众生，这个声音呢变成我自己的精进啊，透过这个声音就像对自己念佛一样断除我执。所以那重点是你要利用各种因缘。所以佛教里面讲空，但不离开有啊，色受想行识都可以让你开悟，你只要懂得照见五蕴皆空，又懂得运用这些色受想行识，运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都可以利益众生的。所以那各位要不断的这样练习。那各位现在手上有一张讲义很重要啊，那我们做烟供的时候施食，乃至你供在佛前也一样，乃至你把这个东西布施给众生，
可以得到什么样特别的利益啊。然后当然这只是小部分，那一定有更多的利益，那是至少各位知道，那以后你就会这么做吧。或者下回你来参加烟供法会，或在家里佛堂供养，你知道要供什么。总共有两张因为他们印错了，那这一张是上供下施供的，两面印的都一样，那等一下第二张的时候另外再发，就不会乱掉。好，大家念一下好不好。第一，黑芝麻。如果你肾不好了，多供养黑芝麻好不好啊，叫补肾啊。肾不好会怎么样？就会腰痛，腰痛以后就会腿酸啊，因为肾不好，那你的这个气就不会通哦，腰酸背痛都从这边来的啊。那特别妇女病、流产胎儿、男人好色、喜欢喝冰水，都会伤到肾啊。那芝麻啊，它是属于热，所以你就供养供佛芝麻，送给人吃麻，做烟供放一点芝麻，就可以补肾啊。第二，杏仁粉清血液啊，所以医生说你三高了，什么胆固醇、血脂啊，怕高血压，那各位就买点杏仁茶供养好不好？做烟供供佛前，请别人喝。第三个，椰油椰奶消除高血压啊，所以在缅甸、泰国，他们有高血压人不吃一般的沙拉油、花生油，他们就用椰油而已了啊。所以用这个椰奶、椰油来做烟供，上供下施可以消除高血压。第四，水果排毒啊，如果你肝有毒，以后就会肝癌；肾脏有毒啊，就是这个毒从哪里来？这个毒就是从你吃肉来的啊，或是吃东西太杂、油炸。那各位呢，水果代表消除肉味的执着，也消除身体，也消除世间的传染病，所以在佛前供水果可以排毒。那当然各种水果有水果的功德。第五，念一下，当归粉体质敏感者用，易招鬼神者。那当归做烟供很香的，当归粉很便宜的，那这个一放，那你就不容易体质敏感，甚至有些人去牧区回来就好像睡不着觉了啊。那这你要用当归粉去做烟供。再来，豆浆对皮肤好，所以你供养豆浆上供给人喝，做烟供，皮肤好啊，皮肤痒、皮肤出问题，供养豆浆。再来，腰果、坚果类对脑部好，头痛啊，头脑不好。那各位做烟供的时候，用腰果啊、坚果类，现在也卖一瓶一瓶的，对不对？就布施一点点，就像我前面放个小盘子啊，烟不够大。那平常你在家里屋顶比这个小了没关系，放一点，放一点，对不对？放一点饼干，放一点腰果粉。再来念一下，腰骨痛，坚果类亦可治。所以腰痛的骨头痛的，做烟供的时候放一些腰果、坚果。再来，胃肠小米、香蕉。所以胃肠不好的人供养小米或小米粥，或是用香蕉供养。再来，眼睛黑豆，现在人玩电脑玩太多了，眼睛不好，黑豆拿来做供养。现在买得到黑豆浆吗？很容易，或者整个黑豆拿来供佛，拿来烟供。再来，麦片、小米、糙米胃好，所以当你做烟供的时候，不是光自己回向给众生。所以我们会把这些都，我们把每个地方他们做包，这一包给各位的时候，最好每一种通通有都放在里面，综合的了啊。希望做这个功德回向给各种的众生。再来，供煮好的菜得护法神明护佑，所以要让护法神明快乐。那各位用煮好的菜给他们，
所以每次在下施一定会摆一些煮好的菜，除了得神明护佑，也布施给老祖先。再来念一下：供白米、粮食，丰富丰足，用白米、白饭做烟供，上供下施。他家里的粮食丰富丰足。再来供饼干，出生在庙位之地啊，所以就像前面的饼干，现在饼干像我都是用饼干，如果他一包包最好捏一捏碎了，然后做烟供再给他倒在上去，很香啊。因为烟供粉有时候不够那么香，但是饼干特别香，所以供饼干呢，那你就会出生在啊，香港的饭菜好不好吃？叫庙位之地啊，那有些地方就不好吃啊，所以你会出生在有好东西吃的地方。再来，供花生，除小孩病苦，念一下：嗡啊吽，观想观想，我们很多花生供佛，上供下施。来，当愿所有小孩脱离病苦，嗡啊吽啊，要这样观想。再来，供玉米，体态丰满，这不是胖啊，这玉米肥肥的嘛，所以以后呢，该肥的你会肥，不该肥的不会肥，叫体态丰满，不会瘦巴巴的，有如竹竿一样，再来供糖果，得别人赞美，糖果甜嘛，所以在佛前供养巧克力，巧克力供完要送给别人吃。那就做烟供，得别人赞美。供红糖，血不缺血，离贫血。所以女孩子有贫血的，然后呢，都供红糖啊，补血。所以佛教思想很简单，这个东西，这个食物对众生有什么利益，那你就得到什么利益吧。再来供蜂蜜。惹人喜爱，人缘好，找不到老公了，赶快供蜂蜜，甜啊、而且你走到哪里很有人缘，惹人喜爱。供红豆，求感情，夫妻吵架，赶快买红豆。供绿豆，平息吵架争吵，所以真的吵架了，然后呢，要供养绿豆。供葡萄，子孙兴旺啊。那我想各位这个多念几次你自己就背起来了。供凤梨，不招小人，破除夫妻感情障碍，不会有小三。凤梨尖尖的，但是里面却甜甜的，跟榴莲差不多意思了。所以供榴莲也可以破除人缘障碍。供年糕，黏黏的，讲话有人听。所以你每次跟你老公讲电话，好了好了，你赶快供年糕吧。他会跟你多讲五分钟。松树，那我们不能做。这个松树是，譬如说有老和尚来、上师来，他们用松树点燃的那个香除障，了解吗？就是让这个法会没有障碍让法师清净这样。所以做下施的时候就不用松树，但是你有障碍的时候用一些松树。再来，癌症。多布施中药，多放生啊！那如果要忏悔，还要多点灯。所以有癌细胞了，来当愿众生消除癌症。嗡啊吽！现在第二章发一下，第二章一面的，我们把它念。最后供面包，出生外国。现在加拿大来的哦，美国来的，好像比较高级一点啊。意思是说，那你就出生在吃面包的地方嘛，这叫供面包。当然，供面包有其他功德，只是说这其中一种。再来，供苹果，样样圆满啊，苹果圆满这个意思。好，发一下第二章。那各位，这个就你可以把它上网给很多人看到了，希望他们都会做烟供的人都了解这个道理。当然，今天我们有供水。刚刚早上讲供水，除了有供水的消业障、发财、恶鬼离苦各种功德，供水可以清除血液，不会有高血压、
供水可以消除毒啊。